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要讲三民版第三册这个第一课的单字。那我们先来念第一个生字，跟我一起念一遍 ，resident。OK，resident 是名词哦，它指的是居住者或者是居民。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Residents of big cities usually have to face the problems of dirty air, loud noises, and heavy traffic.同学可以把这画起来 ，face the problems of something。OK， 指的是面临怎样的问题？所以他这边指的是居住在这个大城市的居民呢，通常必须面对污浊的空气、噪音以及交通拥塞的问题。那这个字它有几个词类变化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这边 ，residence。OK， 把 t 去掉变 ce， 它也是名词，它指的是住所。所以比方说我们家你们在填写那个家的那种填写一些表单里面可能要填写你家的住址啊永久住址哦永久住所我们就叫 permanent residence。那这边的 official residence 指的就是官邸啦通常是一些官员们啊居住的地方我们就叫做 official residence, 官邸。Permanent residence 指的就是永久居留、永久住所。来，往下另外一个字叫做 residential。Residential 就是把 t 后面再加上 ial， 它就是变成一个形容词。OK， 住宅的，所以像住宅区，我们就叫做 residential area。Residential area。OK， 那如果是常讲的工业区、哦、其实就是 industrial area OK 以此类推那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字 facility 跟我念一遍 facility 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 OK 它都是可数名词但如果你指的是第一个意思叫设施或者是设备的时候呢它常常会是复数型的概念那这边有 几个搭配词我们来看一下例如 leisure facilities或者是 hotel facilities 哦，其实常常你还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搭配词啦，例如你也可以指的是教育设备 ，OK， 例如 educational facilities， 对吧？或者是医疗设备哦，其实你就可以这边写上 medical facilities，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是。跟名词做搭配形成一个复合名词它也可以是形容词加上名词、哦、的形式 OK 所以这边是教育设备啦或者是医疗设备等等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The apartment building has many leisure facilities such as a heated pool and a gym、哦、他说这个公寓大楼啊有很多休闲设施例如温水池 OK heated pool H-E-A-T-E-D哦、这个指的是加热的啦、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翻作温水池或者是健身房以及健身房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字的第二个解释我们可以指的是场所或者是机构例如军事机构、哦、或是运动机构、哦、运动场所或者是研究机构等等的我们来念一遍 A military facility、啊、第二个 A sports facility 那注意这里的 sport 一定要加 S OK哦，这种类似嘛，这 sport， 如果你指的是例如 a sports car， 哦，这个叫跑车。你看这里的 sports， 也常常就是要加 s。那 a sports meet 这指的是运动会。哦，你看这里的 sport 也要加 s。哦，好来，那第三个 a research facility，OK，、okay, 研究机构。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The entrance to the military facility is heavily guarded, since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building must be kept secret. 他说这个军事机构的入口被 heavily guarded, OK, 这个叫戒备森严，然后同学可以写起来戒备森严，因为呢，这栋大楼里面所有资讯必须被保密，must be kept secret, 这个 secret, 保密的意思，那其实通常国家机密啊那种文件都是要被保护住的这一种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形容词叫 confidential 它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机密的 OK 好来各位念一遍 confidential
好，没有问题，我们往下喽。第三个字，跟我念一遍，evolve，evolve，OK？那它常常搭配的片语哦，看介系词 evolve into something，就是逐渐发展成什么？OK，我们来看例句：The small business evolv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offices all over the world。他说这个小型企业呢，慢慢的逐渐演化成一个国际组织。在世界各地呢，都设有办事处。这里的 offices 指的是办公室啊。那你也可以说，哎，全世界呢都有分部。OK，那你可以换上这个词 branches。OK，branch，branch，分部。好，来这个字的名词，你跟我念一遍，evolution，evolution。OK，we can say the evolution of something 啊，什么什么的发展啊。我们来看例句：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他们说科技的演化哦，科技的发展呢，哦，已经大幅度的改变人们沟通的方式。OK，change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这里的 evolution 其实有点类似 development。好。再来第四个字，vision，vision，OK，来看一下这一课我们提到的vision 有两个解释，OK，不好意思，都是名词，那当可数名词的时候指的是愿景，OK，那如果当不可数的时候指的是我们眼睛的视力，OK，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思。Okay, a vision of something or a vision of doing something. 那看例句，Helen has a clear vision of her future, including what her job will be and when she will get married. Helen 呢，对于她的未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愿景，包含了她未来工作要做什么，或者是她几岁要结婚，何时要结婚。那这里的 vision 其实有点类似来看一下左手边这个 prospects。Okay，你可以翻作展望，哦，你也可以翻作愿景。哦，这两个字呢，蛮类似的，只是 prospect 通常会是复数型的形式。例如，这家公司有非常好的事业上面的愿景。OK，this company seems to have good business prospects. OK，this company seems to have good business prospects. OK，好，那这个字 vision 的第二个解释叫做视力，那通常是不可数的，所以如果他视力非常良好，good vision。视力不良，好，叫 poor vision。那如果是视力正常，叫 normal vision。OK，那我们来看例句：Danny has poor vision. He's nearsighted and has to wear glasses。来，这里的 nearsighted 画起来，这个叫做近视的。OK，近视的。那远视的，就是把 near 换成 far。是的，那 nearsighted，你也可以用在形容人这个近视短力的。那远视的这个字，如果用来形容人，你也可以指他非常有远见的。哦，所以不一定是会，只用在我们眼睛视力上面。好。那这个字呢，它的词类变化有一个，这边老师提到 a visionary，哦，形容人呢，usually refers to a person who is really far-sighted，OK，有远见的人，OK。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字，跟我念一遍 concept，哦，这个字呢，它指的是概念或者是观念。那可以，你可以 notion 有一个字叫 notion，它也可以指的是概念哦，可以一起记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搭配词 a concept of something 什么什么的概念。来看例句，The concept of mindfulness can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fe. OK，mindfulness 指的是正念冥想，然后现在这种东西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很大，然后有时候大家。工作结束后呢，还是没有办法适当的舒压，就会透过一些运动，例如瑜伽啦、yoga 或者是冥想 meditation，OK，来帮助自己呢达到身心灵的平衡。所以 mindfulness，指的是正念。OK，that means positive thinking，正念。
OK， 来这里有一个片语叫 make a difference， OK， 指的是产生变化。所以他说正念的概念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了。OK， 好，来，那这个字我们来往下看，我们来看第六个字了哈，来 access， 哦，这个字它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那它蛮重要的哦，首先我们先来看它当名词的用法。名词呢的用法在学测其实是非常常考的。首先它的第一个重点还一定是不可数名词，所以各位你在判题的时候，如果你发现选项前后它是没有 an 或者是 es 的，就是没有做任何变化，这个字那你就可以选这个字，因为 access 是不可数的，它不能加 an 也不能加 es。好，这是它的第一个考点。第二个考点是 access 后面常常会搭配介系词 to，哦，所以同学你可以在这里呢把这个 to 圈起来，然后写上介系词。OK， 所以它既然是介系词，它后面一定是只能接名词类的字啦，哦。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Thanks to the sports center， 各位又出现了，看到 sports center 的 sport 又加了 s， 所以多亏运动中心 ，people now have access to the space and equipment they need to play the sports they love。多亏运动中心，人们现在呢有拥有这个他们需要的空间和设备的这个途径 ，OK， 所以呢，他们可以去打他们喜欢的运动，哦，所以这里的 assets 就指的是途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翻，你会翻作什么什么的使用权，哦，例如这所高中的学生哦，拥有使用图书馆里面所有书籍的使用权。You can make a sentence like that. Students at this school.Have access to all the books in the library. Okay, so have access to. Okay, 可以吗？什么什么的使用权。那 access 也可以当动词哦，作为取得或使用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例句哦，第一个例句哦 ，People with medical insurance are often able to access high quality health services. 他说有医疗保险的人们通常所谓能够取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可以吗？那第二个例句啊，其实意思差不多，只是它也可以用在这个去读取电脑资料和数据的这个动词。那我们来看一下 ，I have to access the library's website to gain information for my homework。我必须取得学校的这个图书馆的这个网站哦，来获取我家庭作业的这个资料哦，我所需要的资料。可以吗？好，所以这字呢其实真的蛮重要的。那这个字呢老师这边也送你一个词类变化叫 accessible 哦，它指的是可取得的哦，可取得的，那也可以指的是如果用在人的个性呢可接近的，所以它可以翻作好相处的。那至于它的反义词当然就是不好相处的，难接近的，哦，难以亲近的，哦，好，所以这个字呢就送给大家。那我们来看第七个字 OK， 这个字虽然是这一课的生字，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它很熟悉。那我们念一遍 Education OK， 它的形容词 Educational、哦，它的动词 Educate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名词这个 education 教育啦齁。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education is our passport to the future, for tomorrow belongs only to the people who prepare for it today. OK, 他说教育呢是我们通往未来的管道。来 ,passport, 单独使用当然是护照啦，那这边 be one's passport to something, 这个是通往什么什么的护照齁，指的就是必要之路，所以教育是我们通往未来的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哦，因为明天是属于那些今日，明天是留给那些今日有准备的人们。OK，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里可以画起来 ，be a passport to something。这里的 to 一样，你可以写起来是介系词。好，那教育有蛮多搭配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例如左手边这边 ，education reform 教育改革，那么 education reform 教育改革，哦，中文可以自己写。那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初等教育啦、中等教育啦，或者是成人教育啦，怎么说呢？来，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elementary educa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你可以翻作基础教育，那 secondary 中学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再来 continuing education。Continuing education 指的就是例如退休的人，或者是已经都读完书了想要再去进修的那一种成人教育，我们就叫做 continuing education 这中文我帮你写上去，成人教育。好，那这个字的形容词叫 educational 教育相关的。OK， 我们来看例句。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in educational circles about the age at which children should start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OK， 关于孩子应该从几岁开始学来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 OK， 教育界存在着激烈的争斗。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about something. 同学，这里其实有一个句型可以背起来。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about something. 对于什么什么有非常激烈的争论。OK， debate.好，那 educational 指的是有关教育的 ，OK， 所以那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adjective 这个叫做富有教育意义的 ，OK， 例如一部好的电影呢，都应该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A good movie should be educative， A good movie should be educative。可以吗？好来，那这个字的形容词叫 educate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句型片语啦，不好意思， educate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educate someone on something， educate someone in something， the public should be educated about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this new technology OK， 所以他说大众呢都应该被教导这项新科技的前景和挑战。好，那这里教大家这个片语 instruct the kids and educate the husband， 这是古时候啊女子都被教导要相夫教子当然这是很八股的概念但相夫教子英文怎么讲呢相夫教，等一下老师这边写错了，应该是 educate the kids and instruct the husbandOK， 相夫教子。Okay. Oh, instruct the husband and educate the kids. OK， 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第一个部分。